两点去看记者会，不用啊，你可以同时开两个记者会，跟大王实况同时打开哦，稳。我说到杯垫的话，我就把饮料放在杯垫，让饮料不挡到紫云跟卡莎。奇怪，杯垫也有我吧？我觉得杯垫不是有我的脸吗？后边要问你是这个杯垫，你是只想要把我压住吧？你这样对吗？七一七三七二，不合理，不合理。要开剃度的记者会，不用开了吧？已经剃了。哎，这边别破丸子哦，会被杀掉啊！小心啊，会被杀哦。我记得会有格瑞纳的台啊，到时候大家自己去看吧。哦，我们有七八七六三哎。要开九级哦。好，我视讯换了，刚没注意。咕噜兽，咕噜 ，OK， 哎、欸，这个 ID 也蛮长的，咕噜兽后面咕噜 ，OK， 这个，这我觉得不错，咕噜兽，咕噜，跳啊，跳啊，跳啊，拉一下，这种耐力记得要拉怪，就是因为你不能定身的话，你要拉更多的怪。让你少掉点血，我拉，带着攻带走，跳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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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歪你！我那里基本就是一直跳来跳去的就行了。这个镜头刚刚是很早就 gank 了，不知道他会不会这轮也来 gank 一次。还会防我一点，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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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带走。丢一下，丢个陷阱。怎么没看到？这个 Q 精锐啊，没有比 Win 这个 Q 更猛的 Q 了。这一个 Joke。回家喽。跟买根分裂，出发。我操，这个生死的走位偏强，走的不错，让我 miss 了。你这样跟卡萨有什么不一样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卡萨好像比赛 Q 也是 miss， 插人的时候蛮准的、啊，但是插野怪就是不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打江河有时候都会这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这条赶快吃掉！下路的线感
觉得真的是有点机会的。感觉我不用交赏，我怎么打不好？顶住啊，布丁妹妹，我来了，妹妹，顶住，布丁妹妹。看这个闪现，这波我没有打好，但操作有点累。我应该继续打那个镜头，别拉掉。这个光盾 ，nice， 替换一下。河蟹一个牛还飙到西门，干，昨天那真的很好笑。卡莎要飙河蟹，结果被河蟹击沉，然后西门在后面没事也中飙，然后西门好像有，干，这里有眼，我被飙到了，所以我小心一点，我被对面插了。还会秀吗？不会秀。我看过昨天前几天比赛没碰那个阿奇，超猛。总靠干嘛？应该捡飞机杯吧。这么好。红刚要拿掉还是没有？我感觉没有哎，这刚刚雷兹只是消失而已，门口不在里面。
他上路被控爆哎、欸，瑞斯赢他快两等，瑞斯直接把他控爆。这也不太够。下来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带走！我、哦、他换回去，会王，会王！我、哦、看他这个收 AD 蛮猛的，他现在收 AD 了。拜拜。蛮赚的哈，二零一。箭手刚有点送，那应该收不到。他只要没收到开大，反而在帮我们，帮我们把血拿一下。哦，有机会，我感觉他没大没伤，那是艾克，懂了，带走，准啊，哥那个预判他一的位置那个 Q 我就不说了，神奇。下路怎么被炒啊？哇，下路直接被干死两个人。那大大，那大大 ，CJI 31324，感谢订阅。刚又跑了，谁知道来？拜！投完了就要跑。等级全场最高啊，十一等。啊啊！完了完了，靠背，我忘记我那个了。
我会帮关了，然后就直接出来挤吧，插你一下，哦，痛痛痛痛痛，这样直接插。哎、欸，对面，这么会吃哦、喔！我又吃到了，哎、哦、呀，对面没有那么霸气，直接一起过来击他就好了。利用这个霸王 buff 啊！感觉可以直接存3000微补子。哇，刃是不是被干了？我这个一打二输了。雷子过来，雷子过来，下一雷子过来，赶紧过来。没了，死光。16分钟死光还可以，对面 AP 居多哎，感觉我第二件我会出深渊吧，死光赛哦，等等我下件装会出深渊，对面 AP 太多了。库奇其实严格来讲他也上 AP 了。那干的 ？JI394T204RN03L2力，大师干爹感谢订阅。所以对面算4只 AP， 然后一只 AD，AD 混伤很少，这场我可能甚至会出到2件魔龛装都有可能。这魔攻太多了，那那老大大 A90317203， 感谢订阅。哇靠，被放掉了，干，第一个标枪被他放掉，可惜可惜，我应该打到了，就默契不好啊，快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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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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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可怕，雷子好可怕，雷子好可怕，不要雷子，自己人自己人，雷子好可怕、啊，干压力超大、欸。他开启那个大绝，加上旁边一堆那个 bling bling 蓝蓝的东西，那个被绑到会直接不见了。该拿小龙了吧？还有刀吗？加油加油！开个开个！哦，这个出攻没没没没！哎呦！哇，这个被反打，这个被反打更美啊！快逃！鬼走海寥寥，干巴的这个金人太漂亮了。
最后被巴德 carry， 巴德这个大绝超漂亮，直接救到了一只。他那波 fail 太多招了，阿奇尔空啊，然后他位置直接被雷兹打一套，然后我过来的位置也没有很好，就直接被对面打屌打一波。敢又追不到，敢这真的狗叫，可惜。有中，哎呀，没中，拿一下，拿一下。哦，查到了，哦，痛痛痛痛痛！反正我们吉他蛮强的，可以尽情的吉。布丁妹妹，快逃啊！布丁妹妹，哦，哦哟，干干！我刚如果我跳过去捡他的灯笼会怎样？我刚有点想跳过去捡他的灯笼，感觉会很霸气。给山路带吧，慢慢来。靠背雷，但感觉不该过来打了，被夹了。哎、欸，秒不掉进爪、欸，伤害不太够。还好拿到中塔，还可以。应该还有。哦，这感觉可以打，哎、欸，这可以打哦，这么一个地方。好、哦，不用拉位置超，不用位置，逼他出，哦，逼他出啊，两个没打。
这个 Juke 什么东西？捡包了。瑞斯浓那么久，应该装备快起来。但瑞斯会很强，我想办法拼到瑞斯飞起来。靠腰嘞！干，前排怎么被开了？融化啦！雷子好痛哦！现在雷子靠一轮就死了。反正也要给了，下太多水饺，放掉了。位置太烂，要赶紧别打了。先走吧。但是阿奇尔跟露西恩不知道怎么被开，我们的位置。加过去的方向。哎呦，好悲！我们后期其实蛮强的，要再撑一下。我们阿奇尔又那个丢了，但我觉得我们组合其实，我们组合我选奈德利不是很好。因为我们中路是阿奇尔，然后上路是菲欧拉的情况下，其实我选个坦克会好很多，选个坦克多，然后 CC 强的，这组合会更有战力。但我是先选的，所以没办法，我这组合没有说选的优秀。有了不好耐力，我是先选的啊。我觉得无选是，我是觉得后面选不好啊。我耐力是一开始就选的。这时候如果中路选个搭配，我觉得中路选个什么利桑佐之类，我们这组就很好，就比较能开张，然后前期CC比较多。太长了吧！走开啊！啊，干死！崩啊 ！AD 怎么被金龙发了？啊，好长啊！感觉急啊！欸，我们组合欠缺 CC， 然后输出现在主要切没有肥啊，菲欧拉是有肥啊，但是菲欧拉还是需要搭配一些 CC 强的组合，菲欧拉会比较好，不然就可以跟他一起冲的。哦，这个挡不错。哦，有戏有戏有戏。哦哦，瑞斯瑞斯这波可以，瑞斯再赌几个，瑞斯赌几下，瑞斯哦，这个漂亮漂亮。哇，瑞斯肥了肥了，有戏了。
认识 carry 了的不？但感觉还是有点亏啊，也是太痛了。我靠！被那个隐约打死了，龙三十秒，感觉再盯一下，这会杖有点难打了。守塔咯，吓死我一下，八龙要出了，他们吃很快。下包 BBQ 哎、欸，哦，这个幻中塔，冰了冰了冰了，哇，家里 BBQ 啊 ，BBQ 喽，改造别开、欸。快杀人呐、啊！留住他们！这里芭比去了，中了。
哎呦，我、哦、这个拐个弯。去啦！干，今天打都好累哦。吉吉。哎、欸，所以已经那个了吗？记得会发布了吗？记得会开始了吗？今天打的不好，蛮累的。看一下广告。